一隻精選港股是友邦1299，友邦的業務重心地區是香港和內地，隨著防疫措施逐步鬆綁，預料有助業務加快復甦。內地保險市場呈現回升勢頭，加上友邦自2020年以來每年獲准在內地開設新的分公司，增加他們內地業務的增長動力。以股價對內含價值或者是預測市漲率即是 PB 等來看，都顯示友邦現價有一定的吸引力。回顧友邦自上市以來的歷年估值，包括是股價對 EV、預測 PB 或者是 PE， 現價的估值都低過歷年的平均水平。加上友邦未來每股帳面淨值仍然有增長的空間，顯示股價現時過分反映近年的利淡因素，忽略了潛在的利好因素。無論是如何，友邦現價的估值具有一定的吸引力，尤其是現有業務有復甦動力之餘，業務在未來亦都有增長機遇。讀者不妨以今日開市價吸納第一注，如果友邦股價有機會回至78元以下，即是較上述友邦保守每股價值低超過一成，戰友更加可以加多兩倍注碼買入第二注。初步目標看90元關口，之後就看券商平均目標價，即是大約104元附近。第二隻精選港股是京東9618。京東早前公布，騰訊將繼續在他們的微信平台上向京東提供訪問入口，提供流量支持。雙方將會繼續在通訊、營銷和廣告等多個領域合作，作為總作價的一部分，京東將會向騰訊發行價值最高2億2000萬美元的 A 類普通股。這個舉動相信可以穩定市場對京東的信心，因為騰訊去年12月宣布以實物分派的形式派發所持有大約15%的京東股份，令到市場憂慮騰訊會不會停止對京東的支持。參考券商數據，京東2022和2023年每股盈利增長預測分別是7%和46%，對應 PE 分別是38.7倍和26.4倍。高盛給予京東目標價382元，投資者可以考慮在240元水平買入，上望275元，跌穿230元就要離場。美股方面可以留意有超過150年歷史的通用魔方 General Mills GIS 的，大家對通用魔方可能未必熟悉，但踏入超級市場一定會被他們的產品包圍的，由早餐 Wheaties 和 Cheerios 炎夏必食的 Haagen-Dazs 以至是伊圖的灣仔碼頭水餃，全部都是來自包裝食品龍頭通用魔方的。公司經營的食品品牌不但多達100個，而且採取積極的管理態度，令到組合內每一個品牌都具有增長動力，推動業績長期增長。回報方面，單是就股價去看，過去20年累計升幅接近 2.2 倍，相當於複合年均增長率大約是 6.3%。 股息回饋是通用魔方對投資者的承諾之一，足足超過120年不間斷派息紀錄。剛公布的季度股息增加 6%， 每股是 0.5 美元，相當於股息率大約是 2.7%。 通用魔方在公布業績後創出歷史新高，截至上星期四年初至今升14%，是少數錄得升幅的股份之一。投資者假如想找一些業務穩健的股票，通用魔方值得放在觀察名單裏面，但是不妨等到回調的時候才買入，因為公司雖然穩健，但是都受到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打擊。如果公布的美國消費物價指數 CPI 意外較市場預期的高，可能會拖累他們的股價表現。